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玩夹娃娃。那今天的设定有点不一样，也是一个运气牌。对，就是你看它设定，大家看得懂吗？应该看不懂。看不到那个洞啊，那个格子其实有银色有金色，你要夹那个宝可梦的球，那球要掉在那个银色的洞，它是金色的洞，可以赢到金色的洞是在这里，在这两边，还有银色的洞是一二这边哦，银色的洞全部都在下面啊，蛮多啦，九个银色的洞，两个金洞，对，金洞在这里，金色这两个洞。两种玩法，你可以夹那个宝可梦的球，要不然另外一个就是压这个娃娃的脚下去动。你就应该压洞还是？我觉得先夹球先吧。银色的洞就是，银色的洞是小奖，就是可以赢下面的奖。对，下面的娃娃，然后金色的洞就是上面的大奖，对，大奖的娃娃。等一下我们再决定要赢哪一个奖。对啊，先赢到先，先赢到先。来，我试。可是先赢金色的洞啊。我觉得我们的运气没有这样好。如果你有看我们上次的一番找的话，运气今年的运气没有很好。哎呀，随便夹先呐。对啊，就夹夹就看它弹哪里啦。你不要空爪，我觉得你有机会空爪。直接正夹吗？不是要二收吗？应该要二收吧。啊？有啦，你在银色洞旁边。啊！哎呀，你差一点呢。银色的旁边，在银色的旁边，没有，你刚拉过去，拉过去你就可以进金色的洞。你一直太早收了吧？我在金色的旁边，这个也不错。你可以跟他压过去嘛？我觉得你直上直下这个比较有机会。就看他自己随便弹啊。就你，因为二收太早了吧？我觉得你不要二收，你给他包了玩。包了玩就抓到铁了耶。那怎样？他还是会抓起来的。他还是会抓。又差一点。快点冲金色的洞。我们刚才重摆了，因为刚才在那边是夹不到了。没有没有没有啦，在他旁边。其实这个有技术嘛，你应该你可以，如果你二收的话应该有可能有。哎，又跑到角落都夹不到了，要重摆。我感觉你的运气非常的差。这一番赏都没赢到。哎，差一点就中银色的洞。差一点耶，刚才已经差了很多点了。一直在银色的那旁边。哎，到我到我换我换我，你玩五次，等一下轮到他来夹，所以他觉得说他五次就可以赢到，我不相信。其实我可以把你要捏 ，OK， 我捏去金色的。他已经进了金色的。呀，是。哎呦，我又是在旁边。我可以用两爪跟他推过来这里。他爪其实没有什么爪。哎呀，没有。啊，又在他旁边嘞。他就是一直在他旁边，就是不会转。哎，我的就会吃了，哎，其实没有了。我说我，到我了。那你空爪这样哦？不会的，我不会这样的。哎，开起来！里面是空的，哎。哎，开起来夹啊！继续夹，夹出来。哇，好难哦，我们那还没到哎。滚掉！我这个真的是靠运气耶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是说，哎，中了中了，你中银色了，中到了银色了。可是银色只是小奖哎，你要换哪一个？你换到什么？虾。鸡腿吗？虾，鸡腿。这是虾还是鸡腿？虾啦，这个脚都是虾。金色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在旁边下面下面，它的下面。是吗？啊！我来挑战你拿金色。谁先赢金色的就先赢。没有，我要赢这个金色也不容易耶。就是他们讲色哦，哎中了，中了，你又赢了一个银色哎。嗯，这样我们先继续玩，等一下我们再换。我们有一个银色。哎呀，看起来好像蛮有希望的嘞。没有一个重白，我觉得好像要二收哎。哎呀，没有，就是夹到夹不到，应该可以啊。你用一只爪。啊！哎呀，我觉得金色蛮难中的。你干嘛会这样射到这样厉害啊？真是运气哦，有什么运气很差。金色。哎呀，你这样原地不动。
哎呦，为什么还是你的声音？哦，有这个丢角落了，这些窗户摆了，没有运气耶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玩运气牌的。金色中了，银色不是金色，你中一颗，不用紧，等一下再换。如果直上直下，还是再中银色算吗？谁算呢？啊，哎、中角落。哎，差一点。喂，哎。哎呀哎呀，滚左边啊！应该还是可以再捏的。哎，真的是。哎，有点我还没中金色嘞，好难中哦。就中，原地原地啊！我觉得你要往右边还是左边一点才可以。哇，还是在前面嘞。哦，刚还以为会空转，哦，又不行了。运气，运气。就是一模一样的地方。转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要给他一点。哎呀，在旁边。这个你觉得可以捏吗？你帮他钱先吧，他应该会弹回来啊。哎呦！哎呦！抓不到，抓不到。金色，金色，金色。哇！你们滚啊！哎呀！哇！有吧，有吧。哎呦！哎呀，我觉得我们今年的运气真的是太烂了。我们要继续玩。对，运气会改变的。哎，哇，银色，看一下，哇，中了银色，好。是我不要银色，我要金色。对喽。往右边继续丢。哎呦，中多一个哎。连中两个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所以这个就是金色。对嘛，连中两个小奖，然后你就中一个大奖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。跟我讲，运气会变好的是吧？没有。应该会吧，这个。哦。哎呦，那夹不到了。哎，那个爪套掉了。这个爪套都掉了。有可能没有爪套。哎。墙角落，我们玩了100块啦，然后总共赢到了6个银色的，金色的太难了，就赢不到，我们运气很差、啊。我们不要玩，就是玩运气牌了，今年的运气没很好，我们玩一些技术型的吧。对对，六个娃娃就在这边了，就有虾，有这个什么 claws， 还有这个 unicorn。对，就是普通的公仔啦，没有。一般的公仔。那你下来玩什么？他来真的夹娃娃了，已经有很久没有夹娃娃了。天哪，你是不会忘记了。是。你很好甩的这个，很好甩，为什么跑掉了？有，还有刚才前面一个，没看到。OK， 有报到了。哇！哎、欸，看起来不错。内丢。可是它还好啦，它有弹一点。我感觉这样看好像在同个位置哎。哎呀，刚刚的爪往上移，歪掉。这个台其实很长。哎、欸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哇，枪尾嘞，就直接夹那个脚就对了啊。哦，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会。你不要讲得太快。真的真的，因为很好甩。弹回去了，都跟你讲了，不要讲太早，夹出来先再讲。可以，夹他脚还好。对对，还是要夹一样的地方。哎呀！啊！哎，为什么一样 ？OK OK， 还好。哎呀，他不会歪掉。哇，刚才那个你是你最好的机会了。他有靠近一点吗？没有，我只看到他的脸。他只要抓抓你 ，OK OK， 你拉过来。哇，这个不容易，所以我发现要捏宝他才会松抓。这里设定都好像是这样哎。这个有的时候抓吗？哎呦，转了一圈，卡他的脚啊。哎，有可能。你没有办法翻他过来哦。
哎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再是15次哎，好像是。是啊，15次哦，15次来着。还不错，不错。他换了这个叫什么？卡比兽啊。卡比兽。来，很久没有滴滴了，哎。